寿司，宝宝要出去旅游，这次不能带你，但是我可以给你带好吃的。经过一路的长途跋涉，到达目的地山东聊城萌宠小镇，麦富迪的员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敞开玩，顾名思义就是随便玩，但是要做好防护。第一站来到了无菌食品车间，包裹得严严实实，然后是辐照杀菌车间，食品级的杀菌技术。等等，这是实验吃，然后这个也是经过，但辐照技术我灭菌过了。下一站犬猫文化博览馆，映入眼帘的是产品展示区。这款鲜肉粮看着很不错，第一成分就是鲜肉，就带这个给寿司当伴手礼了。哇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智能生产车间，旁边是检测中心，小姐姐们在兢兢业业的工作。开课啦，听听大神分享养猫犬的知识哦，顺便撸撸狗。嘻嘻猫，这里有上百只猫，简直是快乐星球。还有中国特有的猫，山东临清狮子猫。最后看个 5D 电影放松下，此次行程收获满满，游玩的同时还能学到很多知识，有预感要超给网红打卡地，下次一定要带寿司来玩。 5, 5, 5, 5, 5, 5, 5, 5, 5.